章子怡一组广告旧照曝光，17岁的她接拍了有生以来第一支广告。当时的章子怡还是一名中央戏剧学院在读的大学生，清新秀丽的她被导演选中。广告中的章子怡模样十分青涩，清纯动人，绝佳气质令人羡慕。除了惊叹当年的章子怡五官秀丽以外，还有几十年过去后几乎没有变化的面庞，果然是岁月不败女神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